这是一个灵气复苏的时代，在灵气的大潮席卷之下，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突破传统认知的事物，很多人觉醒了超自然力量，我，吕树，也是其中一员。若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各安天命，自然不错。但也有一些人得到了力量。 就变得无法无天，恃强凌弱。老爷子，您别误会啊，我就是觉得保卫世界和平这种事儿和我八竿子打不着。我呀，只要能跟吕小鱼好好活下去就够了。哦，那要是有人想杀我呢？那就杀他。 那要是全世界都想杀我们，怎么办？那就杀他个天翻地覆！